예찬입니다. 네, 제가 아까 한번 중국어로 소감 하고 싶었었는데 못했어요. 여기서 하겠습니다. 네, 很感谢，就是很开心能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月，然后收到这样的惊喜。明年是我们 Dreamcatcher 的第7年，正因为有我们Somnia的陪伴，才有我们今天的 Dreamcatcher。希望以后也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音乐，希望大家也能够有12月的奇迹。谢谢。